半个弓拳，啊，半个弓拳，这个弓拳打这个方向是先上方，但是弓拳在实战当中啊是变化多端，啊，就它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打，你比方对方对攻，你看从这个方向可以打，嗯，啊，你看本来在这个方向打，本来我站在这个方向站，对方刚一过来，你看马上跑这个方向，从这个地方直接打对方，啊，这是一个，或者你看你对方进攻，这个也是弓拳，你看这是就等于说来下去。 打一个弓拳，而且弓拳的这个步法呢比较多变，这是弓拳，进步弓拳，退步弓拳，转身弓拳，转身弓拳，进步弓拳，反身弓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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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都可以。你比方对方进攻，你看这是弓拳，啊，连续可以，那对方可以进攻，怎么进攻都行，这是弓拳。 啊，而且这个弓拳来打上劲，就从这个腿上呢，能蹬上劲，直接能到对方的这个一蹬下去呢，把对方给打，这不敢做。